我叫耿佳一，我今年8岁了。我带来的节目是山和孩子的对话。山和孩子的对话。山爷爷您真高，白云才到您半腰。不，孩子，只要你登上山顶，就比我还高。山爷爷您真美，绿树红花把您环绕。不，孩子，您的双手和智慧能把最美的世界创造。